宾，亲爱的书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2017中国病的名叫新春一朝伟。好了，了解的少体也给上一个外书。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病得家呢有上一个手通。嗯。每年的挨个一个石头呢，是有一个医院啊，上批谁复医者，为的都得向各位呢，大家谁拿最好的资质啊，也集中了一旦也上一个外书，拿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了你的观众朋友，你中外书。那评弹的年终会书，等于是我们评弹界的一道艺术的盛宴一样。哎，一个。到五个席位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你受罪于全家一位，受罪病的博物馆已经开始恢复至这样一个手通。那么今在还是第二家子。对，观众朋友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今天这台晚会是相当的精彩，阵容非常强大，大咖云集，总共14个节目，其中国家一级演员就有20多个。不得了，整个结棍啊！所以说，今天来抽高人啊，一场位的各位女的讲的，才是十四个王，哎，书王，哎，有胆子，所以喊我到那来主持呢，还是有胆力的。啥个胆子啊？因为我姓苏，乃姓王，叫苏王。苏王，哎，真喊呢。那么还只有你两个的，哎，那三一个发来，多一个还发来，其实多一个会得哪哈？那搞个王数量，嗯，所以比王数王，哎，发来噻。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吃，是吧？很多事情才是饭桌上讲究的，嗯，那历史上有蛮多关于吃个事体，你看啦，嗯，比方说鸿门宴，这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饭局，对，那比方你苏德朗先。还有蛮著名的饭局，暖锅为媒，是一种美的饭局。嗯，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场饭局。哦，啥个呢？是鸽子宴。啥体叫鸽子宴？不叫三王鸡。你不晓得啊？这个不晓得。根本就请演员来感受到。嗯，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司马徽，他是吉林酒司机之物，打得来鸽子宴，掌声有请。欢迎。想告诉口中宋美龄，但是你心里有什么的？各位三三讲口中的个人也计划，美关于人口中的，今在来个也有口中的，我不晓得。那阿德让我呢？但这样讲的，一个年头走得蛮正，我来请一个吃家的一个美人，请啥人做美人呢？请孙中山，那边说一场婚姻要成功，这个媒人起蛮关键的作用的。但是孙中山做媒人分成功，啥体呢？有一个人反对的，牛山夫人宋庆龄，你极力反对这桩婚事。哎，有人介绍再人的。啥人呢？宋家大小姐宋爱玲。你别看宋家大小姐，你对一个女人嫁男人，你有自家独特见解的。你认为一个女人要嫁人，要嫁两种人，要么有钱，要么有同地。14个呢，随便哪别嫁。现在这样嫁是国民党总裁啊。每次你各种人不干嘛，你预备干啥人呢？所以特地努力上海、青岛、广州，屋里向举办鸽子宴，侬这样搞到海得嘞？刚还是吃夜饭的，下半夜3点钟外头门铃响了。宋个林带妹子妈妈阿哥姐，请你来吃夜饭呀！3点钟已经够得来是吧？你手上等啊，我来去开门。大致佣人出来。开出门来一口没里挨得的，说的来个不是蒋家长，蒋家长的夫人沈吉士，蒋家长你可来不上了不咋？你那自家飞到海里来呢？我听听了500里个名字官，怎么呢？过来坐下，你分钱呢？你坐下，
非常强的呀。大人讲做不出官，来再思考。首先细细追上来。哎呀，我当啥人原来是蒋太太。孔夫人好。欢迎欢迎啊！谢谢。哎，李乡亲啊！谢谢孔夫人。请到李乡客厅了。美玲啊，这个是蒋校长的太太沈吉士。蒋太太。这个是阿拉三妹宋美龄。沈吉士，听见大哥宋美龄，肚里浪转念头。宋美龄三个字，我来在于首而闻，但是从未见过其人。现在一看啊，哎，但是名不虚传，果然是风度翩翩，妩媚动人。宋美龄开了沙发里，沈吉士打进来，立三口下来。蒋家这个太太，年纪轻，漂亮的。但是忙上去呢，总归有点像乡下人。我听别人家讲过，说你宋美龄啊，是上海滩上像一颗明珠。不知几何人跟我说，沈吉士在蒋家这个心目当中，是个天狼，一颗星星。为啥今朝第一趟碰头，你头上盯了我看？为啥你看见我眼睛会发定？你看。面孔浪向没一丝笑意，为啥你还无半点表情？只过啥个空气蛮紧张，没一点点靠个气氛。因为蒋家的分来，心里觉着伤心。看得出个，是一位峨眉仙家，是一位是豪门千金。一看是有什么分见过大场面的，毕竟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哦哟，水浪向搿只最高个飞头鱼。做得了，你身上这种奇葩事，我来者已经送不容人。一个法国相识的乡里，扑鼻而来。你呢，快点到里向去烤包面，否则后世的面蛋蛮难闻。觉得啥个？今朝初次碰头，对我没好感。因为你是不亲事的，当然是不受欢迎。也想不出声来罪。哎，蒋太太，哎，请留步。啊、哦。我们坐下谈心。那么总是为何当铺将要，所以身体受点。我得送上乡民。蒋太太。沈小姐。蒋校长怎么没有来呀？哦，刚才要来的，不过一讲黄浦路有五点半门前，伊作兴赶不到，所以叫我先来了。那么心里定心，蒋家长要来的，稍微爱一些些。蒋太太，沈小姐，你好福气呀！沈小姐肯定是诚心实意。我比不上你呀！我哪能好打侬比呢？你嫁了一个好男人啊！难道沈小姐不是一郎君？我前生没有收来这样的缘分。一定是三小姐眼界太高，把人家不够高配罢了。蒋太太真会说话，你对蒋介石满意吗？应该讲还可以。哦，你们吵过架吗？我想尊重，一向踏平。哦，听说他脾气不太好啊，他对你发过脾气吗？发脾气嘛，说明这个人有个性呀。总归比个种温吞时候娇贵，侬讲对不啦？那么我听说他从前有一位毛夫人啊。咦，沈吉士对李毛毛个面头发倒对了黑完，那问我毛夫人个事体，神心冲我心急。沈小姐，这个我的老无聊的，去地做啥啦？那么我想手了让邓吃亚肥嘛，也一起呢，我们聊聊啊。那么哪哈你这还连着我啊，三小姐，这个毛夫人现在伊了让气口，大概假设老早就分居了呀。哦，那么我还听说他有一位姚夫人啊。弟媳都摸得清桑了嘿。啊哈，
这个姚夫人们现在了浪苏州，到假设是兄妹相称。宋美龄回过头来，对阿娇了了忙，你听听看啊，王爷上假设，四爷上假设，个面蛋是弄得热热乎乎，看上去你出身个太优雅，唔不是讲便当。宋美龄对妹子忙忙，你搿句闲话都不讲脱个，你再这样讲，他面蛋总归用个，再这样讲，他觉得你没面蛋，你用也没用个，你懂啊？五点半，偏偏正外头来的，啥人这样讲上？宋爱玲亲自出这个，接待里向客厅上，美玲啊，蒋校长来了，蒋校长，这个是阿拉三妹宋爱玲，侬认得吧？这样讲到周女的，哪位不认得呢？上海茉莉爱路深公馆，我到你第一次碰头。我也想到你哦哟八岁你六上四啊分不我宋美龄看见你这样讲着进来舍得你一口哎个人啦地位一比个人还未比从这辰光看见你没啥气真在看看得来得个神气所以立起身来彬彬有礼上趟我自动你离也不离今在带走来你可阿喜极世界真奇妙啊令人心头喜今在你是第一次恶睡我来发春呐哈也可能阿吃我心意因为我刚刚碰着你那已经说走去呢你只没到早危险来面壁心里有什么你来怒心扉蒋司令请坐沈小姐你也请啊比拉像个神就是拉客哦哟面对发呆了给我为啥你谁谁家客气我进来十分狼的但是一些客气这样搞上进来你也认识的我跟你客自动生水当个女人去卧水而且接上去蒋司令掉是掉的嘞少个老代家几次
向对于啥个花头精啊？啥个花头精啊？你这个男人呢，不是讲夸在，今朝呢时间关系，各有头脑，请听我当。思斌啊，哎，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的精神，嗯，因为创新呢，艺术才有生命力。对，我觉得这点我们评弹人做得相当的好。你看今天这台晚会就充满了很多的创新节目，哎，是吧？那么最无奈个他节目呢，还是有创新的啊？哪创新法你要写的？那台上像这报纸一只台子，一只凳子，哎，但是呢是个三个档的节目，那还别意思啊？三个人。就一只凳子，啊，像写的哪边？他不写的哇，不写的，根本是还是演员上来才写的这。哦，隆重交代三位演员。首先是，嗯，姜永春，哎，国家级演员；汪正华，嗯，国家级演员；嗯，还有一个是评话名家庞祖涵，哎，三高头打的那个，嗯，八公七斗亲子偶，来，掌声，掌声欢迎。此胆忠心报圣君，清风两岁为黎民，疑难之案皆能度，体面无私难保证。在为大家说一段，八公七斗亲子偶，让大家欣赏。哎，妹妹姐，有问题先要弄弄清。刚刚呢，节目主持人已经讲，啊，一张凳子，一张台子，你们三个人要演八公，三个八公难演法。八公只有一个，哎，那晓得八公为啥只有一个？你要都没听过。那演出来要演演是一个包公，大家晓得用不上半天，不，包公是清官当中的清官，哎，对吧？这我讲得有道理，包公是清官当中的代表，不错，因为那非但清吏，而且包公能力特别强，啊，挑事讲没啥个恶子，那弄不清爽，是的。那么现在，你三个你们啥人来演包公？对呀，都搞这个，都都，哎哎哎，啥子也来呢？我在想，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不，你特啥？你我面孔比你黑。我这个你在谁个？不不，怎样怎样？听不见正常讲。认真。公平认真，清官还认真。搿句我讲得对，清官也要认真。天朝二弟三人斗得出，嗯，做八公。哎，斗不出，我来。对对对。上了个菜，人类做八公。哎哎，嗯嗯，搿么当作商量。嗯。啥也好，拉祖先。今朝我在先，你都娘娘我第一个。娘娘娘，骂我来个，骂我来，走走走走走，先搁个上去。啊，先搁个，来来来来来来。那我们两高头上当着，我现在做八公，可张儿子一身大地，清清爽爽，两高头歇过我去。哎，往哪去的？你对张龙是好汉的。张龙。哟，少红，退，少红，退，上龙。你吃饱就完了完了，你都多大了？老开啥的？啥啥的？难得杀杀你的哟！哦，那杀杀你，你们来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嗯，将那两个高昂的风尘带浪荡啦。哎呀，一口奶水是白做了，要熬的。哪了？打你们这还一个一个打，不两个一头打过。我要一个一个打个。哎，哈哈哈哈哈！谁打越公让我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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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女子啊，上公堂来祭祷了呀！是，八斗人那老张的，谁们贵族几八斗人磕头走？
你为何要这样审判官呢？哎呀，你那冤枉！你哪来？那是个本人姓关，个男人姓徐，叫徐门关氏。哦，你个爹你不清楚为什么了？呀，你这个孩子呀，我的真真审判官呢是？个头名名字艾特了，大饭桶。你与什么冤情深诉让来？白东人，你听奴禀，让奴详细说分明。福冈三代子担任西府信使，名奏音，世代经商做生意，放浪乞丐第八亲。西府居家乡种业，一切一切跟我关系。哦，那我来问你，你是大王还是武王？禀报东人，我是大王。讲下去。去年军的车队了，大王你王三万元，我养个爸爸是奴的，你王里养个寡太，黑杀人，外婆太太，分儿子。媳妇从此三百米你往里喝两水俺总管办办事的生弄着哪个的却收你们人你个小姑娘放这个照你去哪只谁个啊媳妇一名名贵人哎呀你个好情人啊你都听什么体会得了老子了我谁是困于有解放神龙体统是徐德龙说谁攻一把啊杀我后啊将那洗手印的小妾带让大他是来来来来来那个女婿跟我哪去去包东西走是仙女子既大乐意可的你说掉的了哈少人告诉我呀那个那个可可你是都是那个你这个两个谁个在为我到底都在里了、哎、好叫这名字奴家名户西门收拾你姓宋是的对个你姓宋高头你姓谁叫谁们是不是我包括了老师个高人高是要出卖的那么两手门一到要分是怪特谁是宋特龙这叫老王这个啊哎个当高人是要他拦住那些想个我不来问你嗯像谁手印的狼口是你的亲正是仙女子亲生那西门官的事他言道这个狼乃是他的亲生你受身贵太空于己是哎卫兵大人奴家故人非生一子乃是奴的亲生哪里来什么怪胎之事这都是大夫人这张一黑雨闹大因为哪代太爷子两高的谁刚是亲生可是替他龙来开锅第一个老农民哪了这个开锅不明堂的是的哪个来晓得这个小人是谁出应的日子对吧用不着开锅的这两个夫人在我那了开啥个都没锅呢你还生我呢你哪得太意思啊这份量今早我还 DNA 了少个两句事嗯这哪弄法的这必须何时哈现在这么来了我来吧他兵地吧能不能嘎嘎这倒是弄法这样来去来走到两度了啊拿住他了长龙来上河有给赵提皮当啊这样谁中运中林女帅
带两名上来。说啊啊，少年先做一个响铃啊！啊，来来来来来啊，魏南魏南，说去，就把龙兄啊。那么老兄啊，我有龙兄啊。那么我带你讲，搿面孔搿个人啊没结婚啊，是的啊。等下第三次公堂，龙福还要吃屁股啊。来去，贴面糊死。哎，我带你讲，搿种事体呢，你别到公堂上想想，清官难当家务事。啊，对个。清官啊，龙福清嘛，你哪弄得清呢？对，是你今朝爬上去，样样侪不晓，但你不得讲，某种官上讲，哎，一门三不去，哎，那么从半点子来，到人到人，这，这个八东人拉上头，小人见八东人拉到磕头再，是小人见大人磕头。你们信神明在，为兵八东人，小人姓龙，就是一定要龙的龙，我的名字叫福东，叫龙福东。大人啊，我姓周，中的周，我的名字叫高次，我叫周高次。各种大名名字，那这要不落去。我请问你们，你们可不是谁主人的高龄？哎，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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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隔壁邻居，贴隔壁乡，隔壁邻居。尔等口吹笑，谁主人的小儿，乃是哪一位父神？圣神？哎呀，不要动人啊！这个事体呢，没人讲个，为的啥么？你这别个是隔壁乡邻居，你到里乡个事体么？你哪弄得清爽哪对个？没我说出来，你真正要问，这个小奴究竟啥人养个嘛？哎呀，不要动人啊！你应该去问小奴个爷谁周英？哦，万一谁周英已经把俺白天踏烂了，这个怎么？没得不要动人啊！来问你哪弄得清爽？那么这个小奴又不是我养的。那么三十岁收银做何事体嘛？两个暗戳戳的，你没人看见，所以你才不晓得的。请求赐礼啊！不懂你啊，你讲啥么子？礼赐上山里还有赐个人用的啦。哦哟哟，我不是不开始工地的，我把弄不清爽。哎，不懂你啊，我不是才弄不清爽的。谁的不懂你？我忘不晓得呀。我们两个人不分场啊，是一心做的生意事，所以不晓得。长龙，哟，将谁聪明的小儿带上堂来，审他的亲生母亲。懂你？这个小头到哪来没用上过，这你弄不清爽了呀，这个小头你样样才不懂了，你只晓得三桩事体，吃穿喝。哦，莫非这小孩是一口呆子？刚得不刚的，你真是闲了，一塌瓜子三个半月，哪叫你懂点啥呢？你自个亲生爷娘不认得呀，哪个有用啊？此皮虽厚是好嘛，这好嘛，你给他来吧，来啊，我去吧，哎，你躺平地吧，哎，我是我们来吧，哈，你咋太白个了？有不一定，俺们一个上来个人是最好的，我当然是时刻的啊，你说呢？是，张龙有，少虎有，将军娃娃保上公堂。可等你来再到来搞个小子才不懂啊，你这小子吃草苦不用人。休得多言，将娃娃抱上公堂。喝茶。啥天龙仙都抱上来。因为包公老老先门乡里嘛不晓得，门屋里嘛不肯讲老实话。怎么呢？至于老老仙都是那种文章。小奴只有三个字：吃草苦。吃么呢？为此小奴上来当然吃奶奶，啥人有奶奶你谁对亲娘这个不来，为的啥大人搞我就想谁不得有奶嘛，再说已经杀死个的我来的嘛，说不定已经不个子怎么呢？差为此两个夫人打小奴去菜市部，啥人吃得正，啥人吃得利落，你谁是对亲娘还不来，为的啥大人搞我就想谁不得用人之位，怎么只一个字让这文章啥么子？哭，有泪。
那个小奴为文报上来呢。谁那个人我脏了哇上来那个小奴得到谁不见小奴来的嗯不见、哎、你的别事拉出爸爸好了跟个小奴爸爸匆匆忙忙去来得他人呼吸就这哎我要为了让写了但是今朝我不能让那个写我们要那哭啊要让那哭是让做文章哎为父神阿里恩师包大人至今你们两个一家这个娃娃乃是你们亲生保证不知神息以龙不清楚这样了吧今朝你都写了让给他公道了下你都两道的路给个小奴来抢一抢我给你们泥泞相仿力气相当大风声你扎实了这抢包娃娃的对目而风声你扎实了抢包娃娃的主目我想怎么抢我想天下的母亲岂能让自己的儿郎落实他人的手中今日谁能抢得这个娃娃才是他必是神圣的母亲这两位夫人谁比那想不得不共想出这个中后样进来你对我哭我对你妈大家不出来对包都没拉哭休得犹豫张龙哟你水土娃娃赏他们儿认真的枪是张龙小路等到脱到水里面的那种来去哎先生拜托你啊你都自己想领光啊今天你拿红灯在家这是你动力等我挖动过这个两高的不是真正枪的小路是枪高档呀那你的关在真的枪小路两高的拼子命小路在可不让人家也留来的是个是农村人性命来的你我们说嘛办法那个这好话让想你等你已经刚刚戳破那么快的本你比我还要本我只能不肯放我小你那破一横两百记得对他搞到重新搞一个农人小你鱼的呀一天还养两台的呀是不是就是好了啦要得呀而为夫人不必与当上真的强与什么的是可力度两高的枪把东西付钱为的说谁对张龙吐了了给别的早点给别的早点抢过来抢过去杀死啊这个小奴真的真多难抢一抢我难我难哭着哭着哪么与白发的少得子你夫人哭哭少得子豆腐你忙忙哎呀凭子林哎哪么发的你夫人不来拼命还了浪钱不理小奴一哭心一怒水怕一松了哎呀儿啦咱别得你了能抢到这白白是能个这高大人能个这白都人来真个亲不呀别不杀钱别亲一点我要钱别亲都是我要钱白都人啊祝你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你怎么害我反水无家张龙哟将儿夫人夫妻将娃娃交与儿夫人春张龙打龙人我你夫人拆起来从头夫人是一张大回来小奴这狗来了刚不好夫人耶把龙一天的那个世上名大君耶事情安心一见杀亲这个娃娃那是儿夫人亲生可张龙然后但两位夫人才弄不动这都你妈妈你拿着你一些些来带去龙心上的一刷个弄的听我道来方才包证明两位夫人谁去抢的那个宋祖师太
这个大夫人今日知贼必得众凶极恶，那个娃娃是此地可太唯有拼命争得天下哪有这样狠心的母亲？你看这二夫人迷路遇上那个泪花母咪，分得婴儿几颗不认真强，是那个母子心生。当上礼貌调为太子，保证上能杀功明白，这小小的伎俩岂能骗得了八窝子？谁官恶事？大力，事到如今已经查明，这个娃娃乃是二夫人所生，并非贵太之事。你从时而早，为之罢了。实说不然，张龙哟，贵有对啥死黑？是张龙大人呐！奔到你让你不就能够给你拉到公道公道龙大爷把我偷子起他，你像金光让两拉叉小王一波给你杀到来，看见没有，给我走，快说，我的爷命运有责，命运有责，那么些块日一日长两日多，谁不招供出来？张龙有将这些官司当堂拿下。哥哥，白总你娘命啊，娘命！走了。哥，白总你来告诉我哪还不收拾我？哪来事了？你这心上是眼子里子，太把容口抗拒容易。哥哥，那个告诉我还不收拾过来？将他拿下，啊、那个送到你个暗中，说法为你送书来有事。哦，老七真是口气瓜的呀！没啥事啊，我们呢，那是你做瓜老的，我是杀口老的，啊！哎呀，班主任，送二大来到刚刚去罗庄二大，根本真的哇，谁让龙发火啊？我领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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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阿弟姐，来到金龟山还去排队子啊？哎呀，你个龟神啊！啥子啊？好，肚皮大吃结束。SB 啊，哎，我治病了十几年，但是我心上一直有个疑问，哦，啥个呢弄不明白呀？那为啥像戏曲里向雷炮唱起来，人家讲起来啥个在讲炮？对个，你看喜炮、阴炮、黄炮，乐器里向青炮、白炮是吧？哎，搿平台里向雷炮不加炮个，加碟个为啥呢？可能要问你平台价比较低点，比较低点啊？哦，你确的。是根据搿个先生个姓或者名字当中一个字来观众认可个那个唱腔个特点，所以以那个姓或者是一个名字当中一个字，比方是李先来是李点啊，最牛是最点，姜元是姜点，为余文翠余点，为那叫是姓好不对是好点。你好的，那我们不信好，发明给哪个爹的是吧？老师兵呢？接下来呢，大家听那个谁是最爹，谁是最牛人来是唱这个的？哎，最好听的，我觉得利用本嗓来演唱的，别腔共鸣的用的非常好，而且音乐性呢也蛮强，是吧？而且你为后来的姜的、李的还有张的个形成呢，可以讲奠定之基础，对，相当不容易。基本上像你讲是什么最的留下来个的雷炮呢，很难形成之，是个，是吧？嗯、那么接下来个只开篇呢，嗯、是由国家一级演员罗仁明，那里头塔塔莫桂英，做个叫张飞，张飞，他是最的个代表作。嗯嗯。那么你罗仁明现在唱不得了，唱啥个？唱塔塔的。哎呦，少杰滔滔的呀！因为最牛的了，先生的是罗仁明的先生个先生个先生。哦，先生个先生个先生。哎，滔滔先生的。滔滔先生的。哎，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掌声欢迎他们。对。
谁？
头的山后，不说来青草山意，难敌谁？苏州评弹发展到现在400多年了哈，那涌现了很多好的一些传统书目，嗯，其实有一些现代书目也是相当好听的，好听。那比方讲，把满族当中有位书记哈喽相逢，对，相当精彩的，讲的是王夫人了面里向碰到子把满族，哎呦，挨个都是真的还听得发得咧，精彩。嗯，我曾经这个马浪乡听见过，哦，这个牛背。牛背少年是叶英梅老师，叶英梅，苏志英老师，韦刚文，韦刚文老师，哎，这个三个老师，哎呦，各种识别，各种唱，各种感觉是呱呱叫。那么今次为大家演出的是，还是三个国家一级游，罗三个，罗金娥，嗯，谁国娥，陈毅，啊，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嗯，好，接下来你掌声有请三位大德来个精彩表演。今朝是春的半，所以搿个天啊，热得了更高的乌色，水浪红不打鱼哟。叫上出来一辆龙车，哈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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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吉我那个是始终乖，够龙有序。出来一辆龙车，不如耍个大不列呢。那位个哈啷哈啷，不要，坐车子啊，才体现身份。那人家现在还是看车子，啊，非要讲是。朋友们，你叔叔先生，你等一下到停车场去看看看，刷个宝马、奔驰、凯迪拉克，体现身份。没落酒了，我啊，我这种桑塔纳二岁，这里都是发皮。哎，这些辰光不是看车子，这些辰光是看中山，有点身份，马车，立下来路车。水台车、独轮车，独轮车是500米的。那么出来这个龙车还是有一定的身份。车子浪向坐下三个人，除脱子个车子的叫王金，唯一个大弟子叫王世神，第二位一个鬼台子叫莫仁子。王世仁今在对浪向龙溪采买，孙浪向何师所上山，司马没商量一双斗子鞋子，水里向为个自首轻摇。莫仁子孙浪向生欢手，缩了斗三裤子，腰里向挎皮带，比好子手枪。其实么是王家的地下人，但是每当那王世仁出来了，你一本正经守旁边，不表个。那么买好时的两个村杀鸡的有人当周围，哎呀，最近个爵士服大里那么就是个十本人要打进来，十本人打进来没有打来呀，打来没打到落到去年受益了赌清了这精神，得了个三人阿爸叫三明朝去商量，商量定当，那么你定心了。再问你们吃过两碗粥去？哎呀，我里向还有不算事体要做，这点粥为何管他点事体？现在坐那个路车浪向，哎，短命的天阿爷你啊，在浪向起来。东边里向三公一把路头上，毛杀七杀。哎，现在回转去在，
在山口上吃几碗绿豆汤，都有点凉多多。哎哟，但是衣服实在，边浪向某人之才听见了。咦，听公讲了那个天热，今这个天热么正常的，穿个布呀。有句闲话叫“好色穿个布”，不过后来听你的那个，现在凉快之服色，嘿，奇怪是。现在是下半日呀，穿个布得晒太阳，晒了身上几火的热，那反而黑狗相对着呢。过里后天没拉的，嘿嘿嘿嘿嘿嘿，这种讲，哎，我倒觉着现在凉快之服色在。哈说，天现在热，我个心里话比刚才凉快不少在。哦，懂事，有什么事？啥子么？这浪向精神的辰光，看你满面愁容。东阳兵也打进来，一起排队上人，十来趟也商量到那个事体。不过后来看你外出来啊，样式两样子，不像上半日这样紧张。有什么事？上人女士排过队子喂，但是你到了里向吃饭大缸子，没人知道了外头一句也没听见，商量个结果不晓得。既然现在听出音头来嘛，是啊，让我来问问看。小东哥，你旁边到上人坐了趟呀，商量个结果呢？哎呀，得难了啊，得落得去了。兰木啊，哎，实讲说起来啊，这个世界浪向所以交关事体啊，真的预想不得。哦，东子，有什么子？东阳兵七子八掌不来子，阿是？他说：“日本皇军哪会得吃包子？顶多一个礼拜也当真来噻。”哎呀，根本不灵着喂！这个，快点带你走去，睡着睡着，得吧？那，你们这些的得吧，得吧？对，你是现在有种事体了，是预想不得。哎呀，是啊，东哥，哎，根本我不懂事。你旁边都三人坐了，他要商量个结果，我辣外头一句也分听见呀。哦，你阿个讲的给我听听。阿这样听了。哎，一块。你都吹过了。哦。三天外头发。外头不行，外头不行。蓝木。哎。真理气等你三年啊把气上脸，你三年得我咪咪想，是的，不必慌嘞，不必忙，历史的国家兴亡嘛关天事，日本皇军马上就要进人心，可不服林子喂，你这点傻的，你三人谁对谁最好？别夸了。啊，我到三人自家去这个山头呀，是你三人啊把个姑娘娘。哦，老太太，他说年纪轻了，只有31岁了。因到三人68岁，那叫31岁的姑娘娘。哎呀，你懂点啥？一个姑娘娘是你三人啊，把死一趟的姑娘娘。哦，那么跟着死一趟嘛，啥也叫你姑娘娘了。哎，年龄年龄没关啥子。对对对，现在是83和18个是下一个。那么这个姑娘娘，哎，有啥名字呢？开会了。哦，第七次嘛，来对吧？
拉拉清的人光是名气响，你那水头后来交际光，忽然在个毛里站有个伴女叫桂涛郎，伴女叫桂涛郎，像日本人啊。跟不跟跟跟跟桂涛郎做啥事体个呢？好哟，现在那到军队里，军队里面做副官，哎，做副嘛有大意思呀。哎，哥哥不阿斗个你，沙江岸头没有风光，懂得。哎，所以你个上人啊，嗯，从此嘛抱团干啥子？马上的，非是为你当外长，当外长。哎，搿么晓得个？搿当外长嘛，搿外长个权柄阿大个呢？哎呀，说得出个阿大，外长嘛相当于一个右长的了喂。搿是大官。当然咯，你这个权力不得了。嗯。你上任从此嘛就来到。我笃定他山有客房，这口口都是那笃定有客房，怪不得山东搞的刚刚那老师心里想凉多多。哎，所以老母啊，哎，你马上回去啊，拿旗子来做，做旗子啊，做啥个旗子呢？太阳旗子做定当。黑人接王军进城庄。哦，是是。做几个事体不要浪费了。说东哥，还是看上去那种还有啥个古装走路哎？放孩子吧，你三娘把外传哎，那副外传哦，哎，外传是李县三里谷，我副外传是我的喊不浪三怪我哥。老母啊，哎。个酒里比现在还要大，可不当然咯。那我做外祖父在于我，我是斗，啥人都是啥，我是方，啥人都是有，还有啥人不听命令？啊！马上接你进你王里呀，王里王里啊！叫口里有的十个一人。那是旁边个保镖，你呀还三顾六日个人，小东哥，那是留下来一托那个夫人哇，不叫老乡打打的哇。咱俺来定心啊，哎，副外传石刚，大队长搬了农村了，大队长，哎，两个家伙康文么一落就正对着，现在过车子个王金，听见后头咱俺三发么的队阿也不走来看个了。不晓得那个地方黑白个样，搿条龙菊花难追，七个不敌三根根一菊花，那头一百没吃满的，老子家忙正三根根里豁了下去，那么给千点么马上拔起来，搿条根么来得个深，一日头浪拔不出，搿是人不发的呢，嘚儿神女了滚过来，搿老子家哪行得是呢？哇，叫别头么车子忙正前头喊打。这个娘啊，台北一堆堆的车子浪向丢来呀、啊！一只炉子动也不动，那么，哎，这炉子哪来的呀？王金啊，这炉子哪来的呀？王金来在帖子我来着，上次么你当炉子的更多了，想来拆个，不晓得过来一口么？哎呦，搿只炉子叫鼻头血淌淌几么，心里也慌个了，对伐？别，哎，是东家鼻头只家。来，讲什么呢？啊，不，那炉子鼻头个家。是七月三日呀，炉子边头加别加炉子啊，出啥买的呀？回去，格来不起。山东家，恭喜山东家，恭喜山东家！炉子边头加，我也恭喜我。哎呀，山东家，留下来你也做官人呀，做子官妹，身上穿个军装，腰里像个指挥的，几个各队都摸个么带过。哎，别加炉子，不怕用啥子喂。老母啊，哎，
耍了也欢喜呢啊！那个人石头会得拍马屁。哎呀，大家才晓得，山的牡丹子呀，难得得绿牡丹，品味是嘛？哎呀，拍拍那马屁了。再拍马屁，再拍马屁。嘿嘿，搿只笼子哪办？笼子。王金，哎，这笼子哪办？谢。王金带领茫茫难说上讲，哦，坐了车子上真当自家东岗个，稍微的那东岗岗上嘛，你还岗上？真是为得我来唱戏来，谁来唱门开？算我不识对呀，心里服不要，等他你两下。莫先生，哎，这办法是你的哪里啊？啥个办法呀？你快点下来帮帮忙呀！我来帮啥个忙？我当我一旦拿只炉子出在车子上，酿只中沙，到山东搞一袋肉。搿么我们呢？可我当你们两高头拿个车子偷走去喂。都我是拉黑，而这份委托的我负责。小东哥，哎，你看看看王金的办法灵了。这个我没得中山手，你到两高头么代表中山拿车子弄走去，随便中山手。放屁！放屁！哎呀，我好像五十八日了，炉子脚边头一日也扎不拉个。办法他是五不拉黑，哎，啥病得上辰光？那么，哎。上去的还是得来追逐去嘛，追逐去。我人之想美好，车子让我来，哪么对过来？小东哥，来来来，自个当心，当心，当心，当心。王姐，留下来当心点啊！真要当心点。晓得。现在个这路子哪办？叫你办。办啊！啊，办得去啊！屋里向财不难办不出啊。这个啊，那么努力一年工地等我亏下来啊。是啊，东哥，你们真的苦功多力啊！王姐啊，老子家不得龙王镇是吧？是啊，东哥这口呢一年功底，还叫比你呢？比你了嘛？你一把走，是啊。老婆，哎，追追，哎，两大的，十大一大的老红山三角。走一个弯，结束水了个些辰光，只听见呜，哎呀啦，啊，个天也变着哇，嗯，像落雨，不是，空城的，空城的，哦，是呀，你看这个云忽特急哇，个这一条雨落下来是落得了汤汤鸡哦，是看，小东哥，我有个办法了还，啥办法？福州大龙最先龙。但是翻山翻过去那个呢？哦吼，你聪明啥子？山路上落不上雨，大路上嘛落得上雨。飞呀，翻山翻过去嘛，隔壁有只哪哪庙了还？哪哪庙？碰着落雨嘛，哪哪庙里向避雨。等到雨停止嘛，追出去还是近着了。哎，搿个办法的，走走。两大队翻过一座山岭，望着门前过来。嘿，就说天朗向真个浪落雨在，抬头一望，不要紧。哪哪面的？搿只哪哪面上衣湿水，铺就不开。人得里向，沙堆里向，沙草丛生。得挨到地土地浪向，一口急支鲁莽，想到必退。哪哪菩萨半只水已经得知下来。哎，搿个工作浪向的姑娘，哎，但搿个公平不善呀，山雨嗷嗷的。这只红的得财运，但是中国上阴州落落，过来点啊！哦，那么哎，过哎，来这来这来这，坐上坐上。搿只哪哪面，哪阴州落落个呀？哎，石东哥，等俺们等。no no no， 木巴袋浪向上退休，百姓在戴哪哪布啥？哎，面孔在戴外头，风吹里里。搿么，我来想办法。我人只挪把手指往正头颈里向一插，身体一摇来，挪着把的，通过来，往正东面向脚跟水一放。小东哥，哎，坐了 A 的呢？坐了 A 的，风啊吹不着个 A 的的没？哎哎哎，给他的不错。两家头刚刚是我来屏止一口气，外头个雨啊，越落越大，雨大风啊不歇，吹得庙里向四面个声音来着呀。咦啊
哎呀，那边好人啊，这个耍个头的声音啊，那个鱼是刚动法子啊，应该呢哦。对对对，哎，叫师傅进来斗鱼，身上落得像落汤鸡。所以说，东家我讲爱得很呀。老母啊，这个鱼越落越多，阿伟都落天了。父爱可听都落得不要不不。听见讲不要不，我们更高哈子。那么大个山了，说个这哪哪也不要山干，一吃一个八毛西瓜，扑面试试。那么，哎，去山那地八毛西瓜，冻鱼冻蛋不要不，半日老浪性命不掉不。还有讲呢，那么分，我人这个哈谁是哈个叫西，不讲出么大个好利用的。现在不能一讲讲出，心里想不要紧张啊。小东哥，哎，鱼家子，什的鱼家子？有人亲眼目睹看见的了呀！会看见的。哎，哪桩的啊？村浪向有个老老头姓张，叫张瑞山张老老。哦，搿日子的夜里向一股子气色妖香，哎，刚刚把队浪向聚下来，那颜色浪向比了怪上，哎，浑身湿吧，一个女呀、啊。哈，这个张乐乐把队上不多不多偏知名的客队，哦，听起工作浪向接了过了声音没那嘛，一些羡慕这个人出气的，张乐乐追到门口一看啊，看见个白毛西瓜腾云驾雾上山去的呀，真个预告。那么个张乐乐回到村里向也讲个啦，一如是十如八么弄得村浪向才晓得，哦，初一个半大家准备是想做公平到山浪向去。设想上宫，哎，门走出来一看啊，那搿点公公，把那个八毛西瓜三吃光哟，八毛西瓜胃口都懂了，现在胃口都哪个胃也吃人的了呀？那边好人啊，这个老母啊，不然说我今朝不知阿会得来哇？今朝不回来个，你事特初一个不，平常你吃不来个。哦，今朝不回来，不来不来。我有老母啊。金子算你家金子，我不问。这是一雷。不会来，不会来个。不会来个，已经了来着。然后在山顶上山洞里想出来一个人，满头白发，忙身山中，那浪冲下来。这个少年呢，谁是爱把村里向所识的八毛西瓜？其实嘛，谁是西人？西儿从王家的后门带子出来，实在没带去，不就带在蓝虎山山顶上寻找个山洞的半里下，为之也不寻眼睛啊，关门我也挖下去。昨日李明在俺李丹现在足足拉拉三年，怎么看上么子活明年呢？市浪下的窑沟子位于庙里向个公沟，今在是月半，庙里上供个日节来规矩。西儿要五岁奴公公本当是一代压力，但是谁压垮天边气人的骆驼鱼们，西儿想不上一落雨面里头人头得在，我可以再点气再点走，所以可真是个雨花大西儿要进五岁，不晓得最得一步了哇，分的这个雨谁姑娘催我来着，西儿叫你打进眼睛一刹，已经在那那面门口，浑身烫烫的，忙在里向黑擦擦，看不见上，听听声音不，快点让我进去。喜儿冰冷一口气，奔到挨到头地上，预备打上木棒队么的工作上来弄公公，不晓得家里向一个大铁人，怎么把的呢？说他胡去啥？忙得东面强加跟水黑擦擦一带，是要谁为是人啊？心里雨滴光，两只水带浪一场人贴的工作浪们，谁忙发口里想嘶，一步浪向谁叫嘶，一个呼吸，一道白光，来个这吧？哎呦，陌生啥口气子？石通卡来个这？我们谁姑娘？不过你这么别讲，哈嘛别哈。来没来个子？快点举下来，举举，举举里里为的白玉那个，举举为的白玉，哎，举举为的白玉，为的白玉那个。
那么要进龙溪村嘛，盲镇边浪向一方，这个狮子盲镇嘛，只浪向一个人，不得动，居无里，会带身去。山是白玉，哎，你叫白毛是一个白玉啥人哦？白玉我啊，白玉那么白毛是一个不认得那个，哎，你拿个名字报上去呀？哎呀，我啊好混蛋个是哇！哎呀，不报上去嘛，哪白玉我？那个白玉弟子王世生，喜儿一听啥么子啊？王世仁，这位想不得好。我说王世仁现在当天进入了哪哪面？听见这个名字，喜儿只觉得浑身的血热浪往上流，哟，眼睛的真是歪，汗啊也喷出来。听他。
十一十二第三，十万一百岁。现在二十岁了，眼睛门就跟放在斗嘴呀。想得哎，把我们十二口门关一些嘛，一个人别多说。了了不可！以前那个些辰光，天朗向啥也是一个呼吸，走得到地朗向上上亮。哎呦，有鬼有鬼！嘿，我非鬼怪。结束。